加醋嘞。你做银子？蒸奶啊。蒸奶。那，这多少？啊，现在呢？有较困我无啦？上班了。现在又困了。要听一个吗？我等下吃饭。我先把它。讲到咱人生啊，做的苦惨啊，就是这个生离死别。迄个时阵啊，我拄拄八岁时代，阮阿妈，迄病是真重啊，规个腹肚拢痛起，拢顶起啊。啊，但是阮老母啊，伊对阮阿妈伊是真正友好。阮老母啊，专心，从地阎王道啊，来拜天公了。